我奉皇上之命，要你们少林寺和尚为朝廷处理，弭平反清叛逆，出家和尚乃世外之人，断绝红尘，与世无争。太极两仪剑谱是本门历代祖师所遗下，不能交给别人。 少林寺三年，连一本书都抽不出来。少林弟子项羽清廷不和，清廷鹰犬目的明显。中原武林乃多事之地。